我是胡哥胖子啊，我们继续来开箱啊。这是刚回来，我本来想拆了，后来突然想起来是什么东西，我没拆。这是一个老藏家手里的一批货啊，这个老藏家的一个旧藏，就是我们上海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老藏家的一个旧藏。我在那个他那里搞的，因为老藏家以前老藏家很相信文德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文德的那个有一个是那个文德的那个就是盒子，对。然后我也挺喜欢这个币的，我就把它搞下来了。这是老藏家的旧藏啊，文德的这个文德的盒子，不过就是孙仲慧的啊，孙仲慧啊，老深坑未使用完美品相，与相近纯是稀少啊，手刊，历代古钱图说手刊啊，这个是浦上原物啊，这是浦上原物啊。历代古钱图说所刊啊，相近纯是稀少啊，就是这个币。这个币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啊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因为怎么说呢，这是一个老藏家的东西啊，孙仲慧，这是浦上原物啊，所以他录的是文德啊，看到没有，浦上原物啊，浦上原物，浦上原物贵石啊，非常漂亮。浦上原物啊，这个东西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是确实是可以。孙仲慧的浦上原物，很漂亮啊，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浦上原物，孙老先生的浦上原物，搞回来了。感谢大家的那个啊，谢谢，拜拜。